这两只不知道谁养的。没有。嫁到啊，伊嫁到啊，伊可能嫁到啊。哇，天气超好的，初二全省都会下雨，结果昨天晚上下了一天的雨，现在来到南回双流，结果天气超好。现在这边停留上厕所，等一下要去南回。全家而已，人家他 seven 打脸。哦，原来出口是这里的，出口是这边的，根本就是旧南回啊。
啊，没了，太慢了。没有，我应该要出去一点点，怎么都开不到啊？是我的角度太低吗？椰子树的，山河海堤太麻利了，没有风。哦，海浪也是很大嘞，海浪也是很大嘞。金轮温泉那边的海景差不多，因为我们那一次去那个金轮啊，金轮那边的无敌海景差不多啊，瞬间阿美世家飞南肉包，阿美世家麻糬馆，飞南的，走进去看看。世家的故乡，哦，这个是飞南煮的。哎，路口处我们走错，应该走那边呢、啊。哎，路口从这里啊，他就是要让我们站着绕一大圈呢、啊。哎，宇宙大觉者哎、嗯，这是慈善那个慈济的宇宙大觉者，终于被我看到了。宇宙大觉者哦，他还有换收藏品呢，那可能也有在卖哦。你看，全部都是收藏品。
就贵了。没有，连杯，非常足的。这是木头吗？对啊，木头啊。酒壶，木桃瓮，这是什么？梅油壶，炖盅，酒瓶。哦，这个下面还有很多呢。摩奇的制作过程，观光工厂，啊，透明的，给人家参观的，看他们怎么做哦。西瓜石，哎，这个石头像西瓜，你看它的纹路长得像西瓜，嗯，有像哦，嗯，哎，看到先，这边有豆干。吃豆包吗？有冰奶肉包啊，笋肉包，鲜奶馒头。一个鲜奶馒头，然后笋肉包。笋肉包一个。笋肉包，我也要一个啦，两个。两个笋肉包。两个笋肉包，一个馒头。小小一个台湾就三个。上海也启动了重大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机制。二哈来到鹿野高台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鹿野高台。哇，你看那个云，漂亮啊！我们等一下上去，因为那个云是那种风在吹。卷起来那一种，花东纵谷，看往哪里爬，这边上面写什么？鹿野高台。上面有360度美景，走，再爬。眺望卑南溪，哦，海岸山脉卑南溪，小黄山，然后二地地形，哦，卑南溪，
等一下，他要降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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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来，下来。